熊猫送幸福，送你家乐福，给那恭喜哥了钱啊，送啊！安尼哦，十公斤啦、啊，超过十公斤啦、啊，干小重的啦吼、哦，安尼啦吼、哦，350块哦，家乐福什么满600折200的活动啦吼、哦，啊，来再买一挂饼啦吼、哦，啊，佮有罐头啦，佮有饮料啊吼、哦，罐头嘛有，啊嘛有饮料，吼、哦、啊一堆哩哩酷酷的物件，哦安尼，偌济，350块。哦，啊送的迄个司机，吼、哦，面应该足臭的吼、哦，嘿，看就是今仔第一天来走的吼、哦，因为正常来讲吼、哦，你若是老司机啦吼、哦，你看到家乐福的单吼、哦，你绝对等于拒绝的吼、哦。啊，我今仔看迄个司机，伊的包啊足新，啊衫啊嘛是新的，嘿，看应该是第一天上山，嘿，第一天上山，真歹势啦吼，真歹势啦吼。啊，有点这就是要公司了钱吼、哦，嘿，咱就讲啊吼。即间公司做夭寿的吼，想要趁钱嘛，袂使找咱的司机开刀。伊若找司机开刀的话吼，咱就是爱互了钱吼。所以今仔点一个吼，折250啦吼，折250吼，啊来佫加上啥物啊？司机的运费，司机佫加50块，等于讲公司爱开300吼，爱开300块吼。啊来伊甲家乐福抽成的话吼，假设伊嘛是抽30%啦吼。安尼600块，伊抽30%，就是抽180吼，180块吼，啊来300嘛，公司爱开300嘛吼，扣掉180吼，所以等于讲吼，叫即块吼，公司阁得了120块吼，所以你若要叫爱紧叫吼，伊即马迄个序号是，敢若到月底尔，一月底尔吼，啊你若要叫，你就是透早，你透早迄 APP 先拍开吼，啊来你就先输入迄个代码，吼，你会使先输入代码卡位吼。啊来，基本上伊是爱刷卡啦吼，你爱刷卡才会使叫吼。一袋安尼350块，吼、哦，超过10公斤，小重的，真正小重的，我都唔知迄司机安怎送的。我家己看到这個，我绝对变面的。今仔过来送幸福啊吼，我落一张家乐福的单吼，过20分钟吼。啊，等来看这张单以后转几道啦吼，因为家乐福算是第一单啦吼。啊，等来看这张单是偌久较收会到吼。伊是预计8点啦吼，啊，毋知影会拖偌久吼，即马是咧准备吼，啊，司机也未到吼，可能无人敢接嘛吼，我咧以为即马是司机无人敢接，吼，啊，即个拢无卷起来，完全无人敢接这张单啦吼，哦，看等偌久吼，我迄单已经过10分钟啊，伊即马搁卡伫咧遮啦吼，吼，嘛是无司机，同款无司机。来看到家乐福就惊，是安那？出来送幸福，送你家乐福，爱不爱哦？来看，等的是倒一个幸运儿送的啦吼。哎、啊，即马已经到新天地去啊！我唔爱是要坐新天地条路，还是要坐边啊吼？哦，应该是爱安定管坐啦吼。伊若坐卡这条拢会塞车吼。看这个敢是老司机吼？看一个知影吼。看等伊是走顶管啊，走下卡。伊真正走新天地边啊迄条啊二。这绝对是看导航的，这绝对是看导航在走的，但是这条路也塌死啊吼！你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我就是塌死伫这条路啊吼，这条路，哦，塌死伫这条吼，这条路都坐车的吼，尤其是即马这个时段啦吼，少坐车的塌伫遐啦吼，对啦，应该要来了，所以应该是为家来，正前方家来。家乐福、哦，好。
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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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